乐圈中的性感女神，她清新自然美丽娇小的形象已深入人心。朱茵在娱乐圈中的绯闻并不多，感情也相对比较专一，她的真实个性就像大话西游中的紫霞仙子一样单纯善良耿直，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痴情女子，几乎每天都能在各种平台上看到大话西游相关的身影，成文的电影解读、单句的台词、短视频、动态的 GIF、静态的图片，甚至大部分人的锁屏壁纸，朱茵饰演的紫霞仙子眨眼的那个画面更是被奉为经典中的经典。林青霞是华语影坛具有传奇色彩的演员之一，统领生涯纵贯20世纪70至90年代，风格横跨文艺和武侠，女装及反串皆能独领风骚，被誉为永远的梦中情人。她的不少电影作品在今日都成为了港台电影界的经典，如《新蜀山剑侠》《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的林青霞版的东方不败，洒脱不羁中带有痴情，她饮下一壶酒，心中的冷暖自知。好看到一定境界的人是雌雄同体的，琼瑶时代的林青霞是无数男人的梦中情人，她有双氧水的美人眼，一簇黛色正浓的眉毛，明媚的少女笑容。后来她成了徐克电影里的东方不败，眉眼还是那眉眼，只是明媚的笑容开始意味深长起来，眼神里多了复杂的东西。她拍过几十部片子，大多是武打片，被人记住最多的自然是一张美丽的清水明镜式的面孔，但个性鲜明的人物却更像她性格的一部分，以《天屠龙记》中的蛮横郡主赵敏、《暴风眼》中的冷面女郎等让人印象那么深刻。同时记得的还有张敏本人几乎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是那时明星中极少的艺术。前段时间张敏复出的消息一出，当天网络上就全是对这位女神当年风姿的各种怀念，最多的莫过于她在《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里身骑白马回头笑看张无忌的那一幕。虽然影片里他目视的对象是张大教主没错，可特么他实实在在看向的是镜头和镜头外那千千万万的观众。当年原本要拍摄的续集《魔教教主二》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未拍，网友都在调侃我等了20几年张大教主才没去大都找赵姑娘，可是有什么关系呢？张大教主没有去大都找赵姑娘，但我们无数人的心都随着那个回眸一起飞去了大都。是啊，我们发现好像连自己都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们总是在怀念那个时代的美人，那个时代的一切仅仅是情怀使然吗？好像也不全是。王祖贤与人文艺术类电影的缘分有限，数次突破性尝试均与奖项擦肩而过，但即使在商业片中，他真挚自然的演技依旧赋予角色动人的活力。豆蔻年华的影迷们从他的影片中体会到大千世界的浪漫之美、情意之重、古典之雅、魅惑之粉，以致难以测夺的生命之气。王祖贤性格爽直，他认为对的事往往坚持己见，而不在乎大众与媒体的态度。最美不过王祖贤。这时小编看各种对王祖贤的评价时出现的最多的一句话，王祖贤一生演过的电影并不多，他演过的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都不是人类，或鬼魅或妖孽。于是有人说王祖贤不属于人间，片中聂小倩穿衣的镜头画面唯美，剪辑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成为了经典影片中的经典画面。邱淑贞是个可爱的女人，作为香港开埠以来最受欢迎的性感偶像之一，她以三级片出名却从来三点未露，她以性感出名却绝无风尘感，穿上衣服是青春少女，脱下衣服是赤裸羔羊。